新竹良品集结新竹县13乡镇的农特产品，每两年一次的活动，今年选在竹北原买店进行特卖。活动从即日起到2月6号，消费满千就有机会抽平板，还有多样家电好礼。每两年一次，那我们今年度的是有新的产品出来，总共有101家的我们新竹县特色的商家总共有144个品项。好，来我们做一个我们新竹良品的一个手册。那因为我们在今年的从即日起到2月6号，在我们新竹原百的7楼，好，会针对我们的展售会。吃在地，食当令，这对在地的商家还有农友来说是最好的支持跟鼓励，也是对在地产业最实际的行动。我们可以成为新竹良品的成员，我觉得很高兴县长开了这条路，让我们有机农产品被看见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家最大的特色是，我们除了是推动有机之外，我们很注重生态农业的发展。那有机农业来讲的话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，有机农业会使用保护资材。那我还有个特色，我不使用任何的保护资材，所以我比较倾向有机方面的生态农业。第四届新竹良品线上好礼跟百货公司合作，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看见，也认识新竹在地好礼。记者万世莲新竹采访报道。